其实很保暖哎、欸，它这个是。你知道外面是皮的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它这边地方有做一个收腰，它就会这样子，有一点点小束腰，看起来会比较帅一点点。然后其实你们可以抽到这么紧是没有问题的，它应该其实是可以弄到最松是没有问题的，最松就会像这样子，顺顺的、素素的。那像这边的话，它就是有做一点点像这样子拉紧一点的感觉，然后它这边会有一点伞状式的效果。然后它也有做口袋，它这个就是我们之前做那个皮裤啊、皮裙啊的同一件的材质，算是有一点点荔枝纹的啦，这个不用很怕会弄脏或者是刮到什么的，它上面是有点荔枝纹的，所以还蛮耐操的，还蛮耐操的。只有这一个颜色，这个算是有点米色吧，奶茶色，奶茶色，而且这件一定很保暖，就超级防风的，因为它外面是皮的，上面的毛是长这样子，可以拆，这边是可以拆的，我觉得拆掉之后就不限冬季嘞。就是好像你平常啊，就是春天的时候自己也可以套，就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比较中长版的皮衣来穿。然后里面的话呢，有做毛毛式的内里，超级厚。这个毛其实做的还蛮扎实的哦，就是它是很保暖的那一种。然后手袖这边它是做铺棉的，它是换另外一种，就是这样子铺棉式的内里，所以你们在穿的时候我觉得也方便啦。